天宝十五年春天，玄宗皇帝李隆基在花萼香回楼为贵妃举办生日宴。李隆基，我爱杨丽花，后宫佳丽三千，三千宠爱在一身。夜半清弦声，思念两三声，他随浪而来，一层云想一场花香。你也难开，玄宗皇帝用诗人李白为贵妃写一首诗，这诗也不是给何娘写的。说天定弄人，你不是写娘娘，那是写谁？我也不知道。我知道那片青海会很危险，可我放不下对你的思念。记忆的飞檐上，我听小说黄金季节，海的尽头住着美丽美人，重重伤，让他明天就离开长门，永远不许再回来。千年后会有人从传说里借月光将思念看清，可雨停了雷鸣后我这么一别看我沉入海底。我坐在这里一个时辰，竟然什么也画不出来。传说，当听你哭声，我失色多难。我知道那片青海会很危险。如果你不离开他，那么他的结局也会和贵妃一样。可我始终放不下对你的思念。花香如美，浪中山雨如针都随风起。尽头住着你，天文用双手换双翼，可否愿意若非我放下双手去陪你。千年后会有人从传说里借月光将思念看清，可雨停了雷鸣后我这么一别看我沉入海底。浪如山雨如针都随风起，心头住着你。天我怕看见你哭的样子，我会走的。所以我写了这封信，我现在没有别的选择。千年后会有人从传说里借月光，是谁在哭泣？乌云停了雷鸣后，原来是你，我化成传说守护你。